선너 성이 뭐였더라? 피트 세븐틴 준 디에이. 이거 봐보시죠. 천마 성이 뭐였더라?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前两天文娟和明浩他们演唱会结束了以后来我家玩，不是当天，过两天。聊着聊着，文俊辉他问我你姓啥，他不知道我姓啥。我说你竟然不知道我姓啥。他说每次叫你陈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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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知道我姓啥。他不知道我姓啥。他说从来没有叫过你全名，从来都是叫你陈乐陈乐陈乐，我怎么知道你姓钟啊？我说你也没有跟我说过你叫，但的确我从头就叫他文俊辉。就比如说我叫马尔啊，姨妈可我也经常叫李马克，他竟然不知道我姓啥。진짜서운했어。震惊啊，这么多年的好友，而且这么亲近，他不知道我姓啥。진짜엄청서운했다이거。所以我那天如果跟他说我姓张，我姓王，他就叫我张成乐王成乐啊。他也不知道任俊姓啥，他连任俊姓啥也不知道。他问我任俊姓啥，我说姓黄啊，他你这也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有那么不亲吗？我们这么亲，我们已经亲近成啥样了。我自己没回过的家他都去过，他不知道我姓啥。我爸妈他都见过，他竟然不知道我姓啥。哎，你知道吗？文俊辉他不知道我姓啥啊，他也不知道任俊姓啥。怎么可能？他真的不知道。前两天他来我家，他突然问我，他说你姓什么？我说你有病吧？你在开玩笑还是真的？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喝醉了吧？他没喝醉，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还是你在搞事情？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他说那每天叫你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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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你姓什么？我说你这怎么不知道？怎么能知道？진짜하세요。你肯定知道，他一直乾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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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一直坤哎。哦，他叫我一直是坤，没有叫过我乾坤。反正他不知道。진짜모르는거아니야？但我觉得你的应该知道，因为你的名字，你的姓加名字就两个字。啊、他可能记名字只记两个字，不记记不到三个字。他可能你的姓应该知道。这个回头，可以问一问他。现在就问。现在就，지금물어봐。真的是一场直播嘉宾这么多，他挂了，在忙，他在忙的，在忙。完了，又不知道姓，打给他电话又直接挂，塑料实锤。他给我发微信，他正录音中。啊，我说你知道坤哥姓什么吗？啊，他说钱啊，我备注了他的名字，你的只有陈哥。어떻게핸드폰던지셨어现在知道陈乐姓什么了？那杨洋知道姓什么吗？杨洋，没有啊，都是本名啊，只是你不知道他们姓什么。대단하다아이고지금아이고양양姓什么？양양，양양我知道，我刚才特意搜了一下，他不姓刘吗？刘养养，对吧？做了一下功课，平时根本不叫大名，谁叫大名？陈乐当然钟陈乐嘛，他的话知道。牛羊羊牛彬彬彬彬姓啥？他姓董，董思成，对不对？徐明浩姓啥？姓的 V8。 冠亨姓啥？Hender 姓 H H 黄绿红粉，惊人的黄冠亨，别问了，再问的话坑越来越大。肯定让你说微信名字都写大名吗？哪有写大名的，对不对？
要么小名，要么标点符号，要么表情啊。你有啊？对不起。진짜찐으로찐으로서운했다이거는 이거는진짜로근데서운했다 네가모르는거지 아이거는진짜찐으로서운한거였어가지고 반응이격했네 그만큼이제첫러없는첫러집을가게된건이제그만큼가까운사이다비록성은몰랐지만 비록성은몰랐지만그만큼가까운사이다 아너무너무즐거웠다